行遍千山万水，只为风景优美。岸上钓有几位，长空唯我独尊。大家好，又来了啊！景江湖，湖库野钓，看到没？我身后有大石头。上回来这儿，从这儿跳的水，这水位落的呀，属实有点深，两米左右。旁边还有个女钓友，支了仨杆子，不能让她给我打败了。上回来做的是那个高台，有个钓友给支好的，这回来又有一个台，钓友给支好了，赶紧站住。山东过来个钓友，山东好汉啊，就是看我们那个景江湖钓鱼的视频过来的。正好呢，今天驱车过来，专门带他过来这边钓一下鱼，给大家打个招呼。Hello。刚才从上面下来的时候啊，看到湖面上翻的都是鲢鱼，试钓一下，看看能不能逮着大货。迅速搅拌，饵水1:0.8，好，放一会儿。本来还担心这里边怕它没鲢鱼，隔壁呢上来一条，个头也不小，钓浮鲢鱼，它能上我也有信心。哇，可以哦，几斤？小鱼，3斤。啊，就这样，厉害。这两天啊，不知道咋的了，就喜欢上钓鲢鳙了，可能受我师傅影响。我得上两条大的让他看看。哎呦我塞，白条太多了，漂下不去。对，这就白条多。拿了个啥呀？白条。我说白条多吧，哇塞，疯了他了下边。有白条啊。你师傅说的不是吗？有白条证明这个鲢鱼开口也好。啊，接着来。来个钝口，固执又小。这是第5尾了，全是小白条。都说这个小白条和鲢鱼啊是一个水塘的鱼，为什么光上小白条呢？马上上大鱼。哦天，老弟，你干啥？你该减肥了啊。去他妈滑。凳子坏了啊。滑下去。滑下去了啊，没事吧？哎呦我天。我心想，我不上鱼，你是不是想准备下去给我挂条鱼啊？这石头掉下去。哦，这大石头，我你太危险了，往这边点吧，坐这边，坐这边。我需要去游个泳了，凯哥。旱鸭子，给拿着相机给。爽了，爽了，爽了，爽了。爽吧。爽了。凯哥。啊。我已经人打窝了，你要再不上鱼，你是不是有点对不起我了？放心吧，老弟，10分钟必上鱼，不上鱼我也下跳下去，行不行？行。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我估计这个饵料啊，还是这个脱落状态不好，下去小鱼一直叨叨叨。对，像这种小口，是鱼不是鱼还不知道。我靠！哎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！这是条大鱼了吧？叭叭叭！不能是小白条了吧？肯定不是，不鲤鱼，鲤鱼是？不是吧？我怎么看像鲤鱼？哎，漂掉了！漂掉了，哎我塞！漂掉了，把漂弄上来。等会儿，鲤鱼吧？不像是鲤鱼，要不你出来？我不敢动了，我怕我掉水里。我已经掉水里了。是鲤鱼不？不是不是，鲢鱼鲢鱼。鲢鱼？你咋能钓上来鲤鱼呢？我正口啊！正口正口正口！哇，大头！抄网抄网。哎，我这下钩，
什么野生的，纯野生的是吧？野生的，野生的，野生的。大头，让我捞下漂。这是高手啊！收费的刚走了，收费的来了。收费的刚走，他下来了。绝对的高手。哎，翘嘴！哎，挺好啊！钓了个翘嘴，一米叫翘嘴，这个嘴，我可以去挂一点。快慢点，慢点，让我抓住它，你抓住它。是个小翘嘴啊，是吧？往这个，往这个。这咋一个鱼也不敢抓，凯哥？还勾着我嘞！哇塞，这是好东西啊！对，好东西。翘嘴50块钱一斤的呀。哦，翘嘴儿，这翘嘴得有2两、3两、3两。哎，护着嘞，给我吧。收杆了，收杆了。接到家里边红色警告，那边已经下起来大雨了，这边马上大暴雨。钓了3个多小时，还不错，没空军，长空不空了。老弟这边钓了个翘嘴，看看鱼货。我们的宗旨就是，不管钓多大的鲢鱼，都给它放生。来。一条鲢鱼，白鲢、花鲢、白鲢、大头捕鲢，一个翘嘴儿，给它放生，走吧。哎，下回来呀，让你亲戚朋友都过来。行了，这期视频呢，我们拍到这里，下期见，拜拜。